学会这个反向思维，打排位可不就上大分吗？大家好，我是龙阳，不开局先去避通，没看到局继续往前顶。我们作为一号位先来 K 点围墙观察情况，看到一个不打，避免暴露我们的行踪。我上五金二，我在烂楼啊。队友都就位了，我们直接来到五金楼梯，这样队友就能安心在二楼操作了。你看，打开没了。他们家红车，他们家红车，哎，烂楼烂楼烂楼。城管，看我秒他！哎哎哎哎，赶紧上二楼，占据优势地形，一秒一下。炸弹中了，包掉了。哎呦，包点哪里一个？包点后面。队友没狙到，掏手枪了，立刻去帮忙。看到了，中一枪，划成一秒，两个。注意，之前烂楼打掉队友的 Max 时，那么久都没来，应该是去绕我们家了。而 B 包点大概率还埋伏了一只，如果直接去包点，敌暗我明，很容易直接白给。所以这里教大家一个超实用的逆向思维，我们不管包点，直接反架必通，用枪声勾引 B 包的敌人出来补枪，而我们只要在发出动静后立刻回头进攻包点，定能打敌人一个出其不意。回头加必通，来了，动静够大了，立刻回头解码狙。你看他来补枪了，发现敌人，一枪射狙，交射，注意控枪节奏，还是补枪定律。虽然你此刻没有出现，但在我心中早已确定了你的位置。你们学会了吗？动腰 over。